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非常浪漫甜蜜的情人节的下午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来与我们共同见证今天我们带给您的 Make Up Forever 全新双用水粉霜上市发布会，让我们大家一起用非凡勇气来开启新裸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马瑶。那今天情人节呢，我有一位非常英俊帅气的搭档在我身边，我们所有媒体朋友对他已经非常熟悉了，对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Make Up Forever 中国区的培训经理季军。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的马瑶一起来共同参与这次星罗主义全新双用水粉霜的盛大发布。我也特别高兴能够在情人节和季老师一起共度，也和我们的 Make Up Forever 一起共度。非常有意义有特别的一个节日啊。是的，那季老师啊，刚才在发布会开场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很特别也特别充满能量的舞蹈表演。是，我们刚才在后台也看过了，你看完这段舞蹈感受如何？其实呢，我觉得其实刚才舞者们是在用他们的肢体动作去诠释一种态度，一种挣脱束缚，不再循规蹈矩，勇敢追求自由与梦想的力量的感受。不愧是季老师啊，一上台就点明了主题。那季老师，你说的这种态度是不是也是今天 Make Up Forever 想要诠释给所有朋友的一种全新的理念呢？当然，其实作为全球知名的专业彩妆品牌 ，Make Up Forever 一直倡导着 Life is Stage 的理念。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舞台。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热爱美、发现美、热爱生活的人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时刻，更鼓励他们可以坚持自我，追逐理想梦想。而这样的理念也是我们这次全新发布的 Water Blend 双用水粉霜所提出星罗主义态度的初衷。是的，季老师说的太好了。你刚才说 Life is a stage， 其实我们刚才啊在直播的时候给所有观众朋友展示的我们三个摄影区，包括我们现场的表白区等等，都是 Make Up Forever 希望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喜欢我们的粉丝朋友带来，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这儿也有属于他们的舞台，能够大胆的表白，大胆的勇敢追寻自己的爱和生活。是的，因为星罗主义的态度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追寻自己最为完美的一个时刻，就跟 Make Up Forever 所倡导的Stage 的概念是一样的。是的，那季老师，你刚才又说到了星罗主义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问过了，星罗主义究竟有什么样的渊源，有什么样深刻的意义，和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新产品又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该揭开谜底了？当然，现在一定是到了应该揭秘的时刻。不过呢，最为权威的揭秘者不是我，那是谁？那接下来就有请他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有请 Make Up Forever 中国区的市场总监 Luisa 为大家带来星罗主义的诠释。来，有请 Luisa， 掌声欢迎 Luisa， 有请。有请，我就把舞台交给你喽。请。好的，好的，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谢谢，谢谢。各位在座的来宾，各位媒体朋友、达人朋友，大家下午好。再次非常荣幸的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来到这个现场，那我希望今天我们整个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大的温暖。那讲到我们的品牌啊，我今天先有两个点想要跟大家声明一下，再次声明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品牌是纯正的，来自于法国的品牌，1984年在巴黎的第八街区开了第一家品牌的专卖店，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有朋友提到 Make Up Forever 的时候，大家一定跟他说这是一个法国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名称 Make Up Forever 这个词，很多时候大家会讲错，大家读的时候带一点法国的情感，在干练中带一点随性，在浪漫中带一点无忌，那这个就是四个不同的单词组成的 Make Up Forever。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希望大家更加绘声绘色地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特质。大家请看大屏幕。
道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影片开头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子。那这位有个性的女子呢，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品牌创始人 Danny。 那她本身除了是一个彩妆大师，是在欧洲彩妆界被顶礼膜拜的这个专业级的这个人物之外，她本身还是画家，还是雕塑家。那当她在1980年的时候，她在剧院工作，从事整个舞台的一个造型师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她发现当时的一些彩妆产品的颜色非常之局限，没有办法做出非常丰富的妆容。然后从舞台设计的角度，并不只是脸上才可以化妆，他们当时想要在整个身上做很多更高的一些妆容的这个设计，但是发现产品没有办法用。所以呢，在1984年的时候， Danny 女士在她的学生还有她的先生 Jack 的协助下，在法国巴黎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品牌。那我们这个创始人 Danny， 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一个人物，他永远顶着那头亮红色的头发，他也永远都只爱穿黑色。所以我们整个品牌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传承了品牌创始人自己的一些个性。那1984年当这个品牌进入了巴黎之后呢，1999年的时候，世界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收购了这个品牌，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更大家族的成员。那2004年的时候，这个品牌第一次进入了中国。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被誉为彩妆界的哈佛，因为只有我们这家品牌，我们创立了彩妆学院。那现在这个彩妆学院已经遍布全球10个国家，那其中上海也是非常荣幸的成为这个十分之一，是在2013年的时候，彩妆学院在上海落户。那2014年的时候，我相信在座有部分的媒体可能已经非常荣幸地跟随着我们去到巴黎，一起庆祝了这个品牌的30年的庆典。那我相信随着这个品牌的茁壮成长，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带领我们的媒体朋友、达人老师们一起跟我们来到纽约、来到东京，感受更多的品牌盛事。那今天趁此机会，我觉得非常荣幸，让我可以第一时间地告诉大家我们品牌的理念，也就是我们最新鲜出炉的中英文的品牌的 slogan， 就是 Life is a stage， 盛装每刻无关角色。那这个 slogan 最初的起源，大家知道我刚刚有说了，舞台是我们品牌的发源地，所以我们这个品牌其实很多时候都跟各种舞台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曾经出过莫拉护士红魔坊的限量款产品，我们也跟那个著名的电影《50度灰》一起携手打造了各种不同的灰色的唇膏。那我们也是像 LV 啊、Max Mara 很多大牌秀场的后台的常客，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做后台、做秀场、做台上 performer 的这个妆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要考虑到灯光，考虑到汗水，考虑到这个演员他要不断的卸妆上妆，所以对这个产品的这个特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品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源，铸就了我们跟舞台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舞台并不是指有形的舞台，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舞台，都可以是自己的主角。比如穿上婚纱的那一刻，比如我要去见客户要做提案的那一刻，再比如我端着一碗热汤走出厨房的那一刻，你都可以是你人生当中的主角，都会有人在关注着你。所以盛装并不只仅限于要盛装浓抹，盛装也可以是不着痕迹的把自己扮得很美很亮，让自己带着主角的光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品牌的理念， Life is a stage， 盛装每刻无关角色。那大家也可能有听到过，说我们品牌其实有4个 DNA 一直融入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我们的产品，在我们的服务，在我们的学院当中。那第一个就是专业，专业并不只是说我们给到大家非常好的专业的产品、专业的技能、专业的刷具，专业也代表着我们可以让在座的每一个普通的你我很快的学会怎么把自己快速的打造得更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品牌 DNA 专业想要呈现的一个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艺术。那大家刚刚有听我说我们品牌很厉害啊，去年我们7月份也做过一个秀的大秀，就是做 body painting。 那大家不要觉得说艺术会离生活很远，在舞台上的呈现它可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其实 body painting 也可以被生活当中很好的运用到。那举一个例子，
上一次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小小的大使，就是江疏影。那去年我带他去巴黎的时候，他正好要出席一场晚宴，那他就希望说，哎，我们家可以做 body painting， 他就希望我们在他的晚宴的礼服的背后给他加一点小小的画出来的装饰，他就觉得非常的有特色。所以艺术也是可以跟生活非常贴近的。你怎么弄的？那讲到教育，我们的彩妆学院其实非常厉害。最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迪士尼落座于上海这个城市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舞台剧他们需要招募非常多的彩妆大师，那最后获选的三个彩妆大师只有一位是中国人，那这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彩妆学院的毕业生。最后一个品牌的 DNA 就是我刚刚讲的浪漫中带一点不羁的，我们把它叫做姿势。那什么是姿势呢？就是我们希望爱我们的人跟我们爱的粉丝们，他们都可以大胆的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大胆的美起来，大胆的说出你想说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整个场外虽然寒风凛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在情人节把你想要对他或他说的话说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品牌 DNA 的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一个展现。那讲到了这个裸表白，那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产品，全新的双用水粉霜。那也是请大家先看一下影片，到底我们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请看大屏幕。我不会撞到头了。你看我又快没了。六十啊，这好多肚子，然后到脚底了。我不知道这个在座的这个小时候家长们都会怎么说，至少在我那个年代，妈妈也好老师也好经常就会跟我们说，女生不要化妆，素面朝天才是最美的容颜。所以呢，当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推广的整个方案的时候，我们找了很多消费者来聊，其中呢有一些就是不太愿意化妆的人，他们就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些情形。他们说隔壁班的这个校花走过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齐刷刷的眼睛就看过去了，哎呀，校花长得就是好看，素颜的这个校花真是太美了。或者呢，他们有的时候会告诉我说，下午茶经常跟闺蜜一起去喝下午茶，闺蜜老是跟她说，哎呀，时间太赶来不及化妆，但是我明明看着她的这个肤色怎么就这么均匀，我怎么就没有她这么好看呢？再或者上班的时候，经常这个电梯里面你会看到隔壁公司的这个office 的这个 lady 好像做的也挺高层的，怎么这么多年了她的容颜就能够一直保持这么非常好的一个肤色呢？难道她们真的就是素颜吗？其实答案并不是的，真正好的美并不是说要素颜才会美，如果你懂得化比较好的裸妆，那会让人家觉得无妆胜有妆，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好看一个美好的容颜。这也是我们 Danny 的这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承。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聊了很多消费者，除了这样的一群消费者，我们还聊过非常资深的，他们非常懂得怎么画一个非常不着痕迹的裸妆。那我们也去寻求他们的这个想法，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好的裸妆产品，一个底妆才是你们想要的。那除了大家一直会想到的说我要遮瑕，我要看上去自然，其实很多的一些资深级的这个化妆的高手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希望它不要那么干，我们希望它非常的水润，然后可不可以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胶原蛋白很多，有没有很多的光泽可以在我的脸上透现出来。那我们听到了这些呼声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跟总部一起想要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那其实大家知道双用水粉霜它已经是一个明星产品，因为在整个中国从销售评数上来讲，我们是销售数量最高的粉底液。那在这样子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革新，希望这个被大家耳熟能详叫做果冻粉底的这样一个产品可以变得更好，迎合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整个产品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革新。比如说从包装上，无论是从盖子更加具有金属质感的黑色的盖子，还是我们雾面的瓶身，我们都做了进一步的升级，让它更有质感。同时大家如果细心的话，也可以发现我们家的新产品无论在任何一个小的角落，都会越来越多的出现这个红唇的 icon。 那我们希望说 make up forever， 我再说一次啊，四个不同的词有点长，如果你们实在记不住的话，可以记住我们家一个特别的 icon， 就是这个小红唇。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包装上一直会要秉承下去的一个特点。那除了包装，我们来讲讲配方。那整个配方大家知道我们真的很水润啊，凝胶状果冻粉底，它高含了80%的水分，所以可以给到你那么水润的感觉。那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高科技的色素微粒，所以呢它可以用非常质薄的感觉带给你一种匀亮的肤色。匀亮的肤色其实是很多美眉们想要追求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我们有非常高科技的色素因子的包覆科技，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这个妆容更持久。而且我们家的这个水粉霜真的是防水的，所以无论你是想去健身房跑步，还是想去游泳，还是在大热天出去度假的时候，都可以用我们的双用水粉霜，它是一款防水的粉底液。那讲到了配方升级之后，很多人会说新产品跟旧产品到底改革在了什么地方。那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室实验，我们也发现它在持久度、遮盖力和均匀度上都是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整个这个新产品，如果你是老粉丝的话，可以大胆的去买，它比以前的产品只会更好。那我们也想说，我们把所有的底妆产品放在一起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气垫类的产品非常火，那我们很可惜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未来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气垫类的产品。那大家可以从不同的纬度上可以发现，无论是水润度、持久度跟光泽度上，我们都做了一个比较。那从水润度跟光泽度上，那我们可以很大胆地说，我们在所有的粉底液产品里真的已经是非常的高的一个标杆了。那讲到跟气垫类的产品，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大家不要用气垫类的产品，但是每天早上我们真的非常建议大家用比较专业的粉底液来打底，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整个比较好的裸妆的透感它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你可以在吃完午饭啊，或者是出去约会之前再用气垫类的产品做一个补妆，但是为了一个美好的妆容，一天早上的心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真心推荐大家早上的时候用专业的粉底产品，这样才会更水润的制造更好的一个裸妆。好，那么讲了那么多产品的特质，其实我们是想说，我们真的希望无论你是一个还不太懂得怎么用好的粉底产品打造裸妆的美眉，还是你其实已经是一个很资深的知道怎么用好的粉底液打造裸妆的一个美眉，我们都希望说由我们这个双用水粉霜来重新定义一个更好的裸妆。那刚刚也说到 life is the stage， 我们希望无论你在人生当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经历，我们都可以用这款产品帮助你打造一个新裸的妆容，让你自己可以做到更美，来定义我们的新裸主义。那为什么讲新裸主义呢？因为我们觉得其实精神是更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美？我们美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更多精神的追求。所以呢，大家在现场其实也看到，我们这次非常有幸的跟我们的 Yoga 林宥嘉一起携手打造了一系列的大片。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者，见证了各种各样的美眉在他们的人生舞台上带出的一种不一样的勇敢的态度，无论是裸婚、裸辞、裸毕业，还是裸表白。那其实今天我在现场跟我的 team 的开玩笑说，我今天发现了另外一个词，叫裸脚踝。这么冷的天，我发现好多爱美的女生们其实都不爱穿鞋，或者是会露出一段美丽的脚踝。所以我觉得每天生活当中都在发生一些新鲜的东西，那让我们一起来作为这个新鲜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见证者给出我们自己的鼓舞，好吗？所以那接下来我就非常荣幸的要在现场第一次的把林宥嘉拍的这个视频第一次的呈现给大家，你们是第一波群众。那我再把我的话筒交给大屏幕和我们的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段精彩的视频，也再次用掌声感谢 Luisa， 谢谢 Luisa 的精彩分享。是，感谢我们 Luisa 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带来我们的一个星罗主义的一个诠释。是的，季老师，你看啊，虽然我今天没有裸表白，但我和路易斯所说的一样，我今天也是裸脚踝啊。哇，对啊，美丽动人，爱美的女生嘛、最好的一个诠释。季老师，刚刚啊，最后这段视频真的是我们特别幸运啊，像路易斯所说的一样，我们都是第一波观众可以亲自看到这个视频，绝对是今天第一次的分享，特别的精彩，而且也特别的有创意。季老师，我知道在拍这段视频的时候呢，你就在现场，所以。你有没有跟我们视频中的男主角有什么交流，他对主题的看法？对，那天其实我非常荣幸啊，也会在现场，而且 Yoga 也非常非常的敬业，我们拍了有一整天的一个时间，才完美的诠释了 Make Up Forever 想要带给大家的星罗主义。那但是呢，我想当中的一些交流和感受，我相信大家不需要听到我的，而是今天真正的一个男主角，大家想不想听到？想不想？好像还不够响哎，对，不够听得到。粉丝们，听一下你的热情。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有请我们的星罗主义的代言人，我们的林宥嘉 Yoga 上场。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林宥嘉先生 Yoga， 欢迎 Yoga 来到我们的现场。Yoga 一上来，哇，这是什么？我看看，这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剪的。不愧是我们的星罗主义代言人。哦，哇，真的吗？真的可以吃吗？好甜啊！我这也算是今天的福利耶。好，我以为你要给我吃。好，又跟我们又见面了。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大家好，我是林宥嘉，很开心来这边。你的掌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欢迎，来来来，把你们情人节的掌声、情人节的祝福送给 Yoga。谢谢大家。也非常再次欢迎 Yoga 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是的，是，尤其是我们情人节可以跟 Yoga 一起过，我相信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今天都特别激动啊，觉得是最幸运的粉丝了。一定是。好，那也请 Yoga 来跟大家来聊一下跟 Make Up Forever 这次合作的一个渊源吧。因为这次呢，可以跟 Make Up Forever， 我觉得合作是一个非常荣幸的，因为 Make Up Forever 是一个非常知名，然后有历史的品牌，然后很专业，也很精致，所以这次可以跟 Make Up Forever 一起在情人节在那边做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开心。好，我们也特别开心，在情人节我们今天发布会上请到 Yoga 来和我们一起来共度。那今天呢，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关于此次带给大家的全新的星罗主义的理念，所以作为我们星罗主义的代言人 Yoga， 想问问你，你心目中的星罗主义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星罗主义，因为我们拍了一系列是不同的场景裸辞啊这样，所以星罗主义其实要表达的东西呢，就是可能每个人你有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你有你向往的想要让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是，然后我们就丢掉多一点这种传统的包袱，然后更不顾一切的去执行、去尝试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就是星罗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率性、直接，然后坚持，是一个勇敢的态度去迎接不同的一个人生、不同的挑战。好，谢谢 Yoga 给我们聊了你心中的星罗主义。那。是刚才这个饼干真好吃，对吗？感觉你还在回味，对，很甜蜜啊。那 Yoga 在这儿呢，是这样的，和刚才卢伊萨女士跟我们所分享的一样，你拍摄的这段精彩的视频也给我们展示了星罗主义的四个主题：是裸婚、裸辞、裸毕业，还有裸表白。是，今天现场都是你的粉丝，其中呢有四位你的歌迷代表，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故事，也分别印证着我们四大主题，他们想来到舞台上讲给你听，也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啊，可是现场很多媒体朋友哦，所以希望你们不要紧张。对，看 Yoga 已经在提前给你们打气了，粉丝朋友们感不感动？是不是特别的体贴？然后你们也要加油哦，不要怯场啊，不要丢我的脸。对对对，所以其实啊，关于这几位的粉丝，其实我们也有所耳闻，我相信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带来他今天的一个故事。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交给我们这样一个叫 Yui 的粉丝上台，他其实会作为裸毕业的代表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有请我们的 Yui。 来，掌声欢迎 Yui， 有请。请。来， Yui 有请。有请。欢迎 Yui。Yui 来，
来到舞台中间，站在 Yoga 旁边。对，好久不见。哎，很熟是不是？是真的是粉丝哦，真的是粉丝，不是零演的，不是临时演员，是真的。而且是 Yoga 很熟，你们这关系都很亲密哦，很好，对不对？我们见过很多次。哇，太好了！那现场但是故事应该是第一次分享，对不对？故事应该是第一次分享。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先来听听 Yoga 的故事。好，首先很感谢就是 Make Up Forever 的邀请，能够在情人节这一天，在跟我的那个超级男神友甲一起过情人节。那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优怡，我来自广州。那么我喜欢林宥嘉已经很多年了，就是从他在超级星光大道参赛的时候就一直都很喜欢林宥嘉，因为喜欢他的歌声，因为他的声音啊，或者是在他每一场演唱会的 talking 都一直鼓励着我们每一个歌迷。那然后这里有一个关于就是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我是在广州读的大学，我读的那个专业是国际贸易。那当时毕业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自己那个志向好像不是在这一边，兴趣也不在这一边，因为从小到大比较爱美，所以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跟身边的朋友都能变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没有理会家人的反对意见，然后去报名学了那个美容跟美发的一个课程。那现在我在广州已经开了两家自己的美容院。那现在自己就是可以很自主的创业，也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我们的林宥嘉。谢谢优怡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对对对对，优嘉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优怡？他真的讲得非常好哎。我感到很骄傲。确实，而且优怡在讲故事的时候，优嘉一直在旁边跟他一起合照，我听着优怡的声音就越来越激动，越来越颤抖。 对吗？那优怡今天应该是很开心很激动吧？对对，很开心，因为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么好，所以我想要在旁边干扰他一下。但没有想到他还是顺利的讲完了。真是的，但我觉得他内心肯定很波动。等一下下一个歌名我要加倍的，好，加倍的干扰他。好，那大家对他要求会更高。虽然很熟啊，优嘉跟优怡很熟，但是也是第一次听他的故事，对吗？很熟。哇，有照片为证。为什么要放这张风很大的？他在这边。啊，优怡在这里。是真的歌迷的。对对对对对、啊。这个照片是来干扰你的。我觉得我被干扰到了，可以赶快换掉吗？没，我们还有下面的粉丝，他们有不同的照片会带给你。好，那我们也谢谢优怡给我们分享了你的故事，非常的有勇气，不走传统路，我们都支持你，就像你们都支持优嘉一样。谢谢优怡。谢谢。好，我们先请优怡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故事要一起来分享。没有想到我的歌迷是这么能够应付大场面的。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歌迷，你看看，你有不同的去挑战一下他们好不好？好啊，看看能不能干扰到他们。是的，其实我觉得优怡的故事也代表了许多年轻朋友们的人生态度啊，和 Make Up Forever 的全新双人属于粉霜所倡导的理念呢也不谋而合。希望大家都能够卸下负担，不走寻常路。是的，那我们说到这样的勇气和挑战啊，刚才优怡分享的是裸毕业，那在毕业的时候呢，是走出校园的学生对于未来的一种勇气和迎接的挑战。那季老师啊，那我不管我们大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相信大家在职业生涯中呢也会碰到不同的压力，甚至是瓶颈，也许有不同的挑战。当现实和理想冲突的时候，也需要我们用勇气去追寻。是，那我相信啊，除了裸毕业之外，还有现在非常的一个觉得热门的词语，就是裸辞。裸辞。那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其实也会由我们另外的一位也是粉丝，我们的 Lin 来跟大家分享他来自于裸辞的故事。有请我们的 Lin。来，掌声欢迎 Lin。欢迎 Lin。又加跟他熟吗？这位？我也是见过好多次了。你好。来，有请。你好。你是真的，交给你。而且又看你的粉丝都好漂亮哦，真的。那个颜值都是很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是我们看出来了，你就是代表。竟然这样子称赞自己。都很有信心嘛，都很有自信嘛。像我这样学家，人美歌甜。好，另看你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吧。大家好，那个嘉哥好，然后主持人好。
今天很感谢那个 Makeup Forever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这里讲一下我的故事。因为虽然我跟佑佳见过很多次面，我们很熟，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自己的故事，就是。然后我今天就顺便借这个机会提告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辞职的故事。2016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就是我比较突然的辞去了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呢，就是和刚才那个开场前那位女生一样，就是我也是从事金融行业的。那她是从事两年，但是我已经从事了10年。哇，所以10年啊，对，10年。所以说，无论是在薪水啊，还是职位啊等等方面，其实都是比较让人羡慕的一个。可以透露一下你的 title 吗？我的 title 是。某某银行的某某什么人什么什么领导。哦，领导。那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啊，对对对，才做这样的决定。然后呢？对，然后要不要赞助我的演唱会？好，继续。然后呢，就是我辞职的比较突然嘛，那朋友都会问说，哎，你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啊？或者说已经找到下家啊？怎么样？我说没有，我说其实我就是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我想知道，我这10年来我就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还会不会做别的事情，或者说我还能不能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我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能力。然后呢，所以去寻觅我应该做什么，然后就是在这一年空闲的时间里呢，干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有旅游，比如说有去芝加哥的每一场演唱会，然后还有很多，反正就是去体会跟感受生活吧。那么很幸运的呢，就是在一年以后的今天，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报考了那个一所在烹饪方面非常有名的有100多年历史的法国蓝带厨艺餐饮学院，然后并且也非常荣幸的被录取了。那么所以说今年4月份开始，我就会去开始我为期1年左右的全日制的学习。就是那可能就不能再去追加哥的每一场演唱会了呢，觉得好可惜，但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吧，就总是要做一些牺牲。那么好吧，你自己想清楚吧。远远的，万一挽留的话，我就不去。远远的也可以关注嘛。就情人节，我们都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对不对？我们远远的也可以慢慢的祝福，默默的关注。长得真的好好。哎，这后面是你的作品吗？对，这是我日常生活中自己做的，但是呢，因为我觉得不够专业，我希望能够得到就是非常专业的那个。好厉害！我这些学员没有学习过就已经做的。对，这是我自学的。好厉害，很厉害的。我知道你的愿望里是不是会有一条，就是当你大厨归来的时候，要做好吃的、美美的美食给 Yoga 吃，有没有？看着肚子好饿啊！我现在补充一点能量，是不是？有没有这一条？我是有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学成归来以后有一家自己的餐厅，然后这家餐厅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希望做一个加哥的主题餐厅。哇，主题餐厅啊，荣幸。那又到时候如果生意不好，一定要支持。如果生意不好的话啊，不要讲生意不好，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支持。不会生意不好的，因为是你的主题餐厅，生意一定爆满，对不对？大家说，所有的粉丝朋友，对不对？当然。等开业了以后，嘉哥你会来吗？啊，会啊。会来吗？现在就发出邀请了，对。我们这是情人节的约定哦，对啊，一定要信守承诺哦。可以啊。拉弓。哦，也是很甜蜜的约定。来，我们一起用掌声见证一下这个约定，好不好？谢谢。然后最后我想说，就是其实今天也要感谢嘉哥嘛，因为为什么我会去裸辞呢？那是因为，就是嘉哥当年。作为学生的他，就是非常有勇气的站在那个比赛舞台上面，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给我很大的那个激励和那种什么鼓励鼓舞吧，爱的勇气鼓舞，对对对。我觉得虽然嘉哥很谦虚，经常说自己没有自信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自信啊，那么多年以前就已经就是很厉害了，反正就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啊、哦。
所以呢，就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鼓励。那么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佳哥一样，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去走一条新的人生，就从新开始。谢谢令，令已经非常有勇气了。来，我们现场朋友再给您掌声鼓励令。谢谢令，谢谢令。下次可以穿平底鞋吗？同台的时候。谢谢。谢谢令，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精彩分享。来，令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次感谢令的分享，我觉得他提倡的也是走不走寻常路的一个概念，因为也是 Yoga 给了他的一个勇气哦，让他可以就是离开了可能工作了10年以上的工作，也是一些不菲的一个薪水，完全一个裸辞的一个概念哦。是的，令真的是做到了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想去做但是不敢去做的事情，特别的有勇气。那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少了一个某银行的高管，但多了一个美女的餐厅的老板娘。是的，我们会有口福了，对不对？好，那刚刚呢，我们季老师啊，还有感，我们刚刚聊的都是事业，关于大家在事业上的一些勇气啊，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接下来想来聊一个今天应景一点的话题吧。今天是情人节，情人节，我们刚才也在表白区呢听到了很多朋友对他们的另外一半的表白，我们感受到了这样一种爱的浪漫和甜蜜，特别的受感染。但是呢，我相信更多粉丝朋友最想祝福的就是我们身边的 Yoga， 因为 Yoga 前不久刚跟 Kiki 也结婚了，是不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是不是要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你们的祝福送给 Yoga？ 最大的祝福送给我们的 Yoga。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好意思，这个饼干可以帮我拿一下吗？因为我一直会想吃它，不专心。因为你已经非常甜蜜了。双用水粉霜。谢谢佑佳，你已经非常甜蜜了，所以你就不需要饼干再给你补充甜蜜。已经爱情生活都这么幸福甜蜜了，但是佑佳你知道吗，有很多你的粉丝朋友他们也有跟你一样甜蜜的爱情，想要在现场跟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而且他们有很多朋友也是得到了你的鼓励才会收获甜蜜的爱情。对，因为爱是永恒的主题，你知道吗，有些人是因为你他们才结缘在一起。是的，所以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邀请的这位朋友，他是带起有请我们的一个瑶瑶，带给大家的一个关于爱的一个分享。好，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位粉丝朋友，有请。瑶瑶吗？哦 ，Zita。Zita， 欢迎 Zita。欢迎 Zita。好，你结婚了？对啊，我也是新手人妻。好。来 ，Zita， 带着甜蜜、非常甜蜜、幸福的笑容啊，那先来分享一下你的爱情故事。好的，大家好，我叫 Zita。我是佑佳的歌迷，喜欢佑佳已经7-8年很长的时间了。那我会结婚呢，其实也是因为佑佳。啊，你结婚是因为佑佳？怎么讲？是因为我结婚，然后不高兴，所以他就结婚。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因为呢，我跟我先生的结缘其实是因为佑佳。佑佳一直在认真的看你先生的照片。因为先生很低调。因为我之前是，其实我是在咖啡店认识我先生的，因为我在咖啡店去喝咖啡的时候，店里正好在放你的新专辑《今日营业中》，所以我就非常兴奋，然后我就去跟店主聊天，然后他说他也是你的粉丝，是你的歌迷，所以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后来在聊着聊着呢，就发现原来他是我的校友。是因为你牵了这根红线，对吧？对，所以他才找到了他的真爱。对，所以后来我就会经常去他的咖啡店，去喝咖啡啊，然后去跟他聊天。然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有事情找我，叫我去一下他的店里。后来我去了之后，发现是求婚。哇，求婚，那一定也是用的佑佳的音乐做背景音乐，对吗？对对，用的是《兜圈》这首歌。哇，好甜蜜哦。对，所以。那现在是结婚多久了？其实就12月的时候刚结的，所以我说我是新手人妻。对，你这还一直要跟佑佳来保持同步是吗？是，所以一起成长嘛。所以我也没有办婚礼啊，你在等着佑佳先办是吗？我希望今年可能可以看到佑佳。恭喜你，恭喜你 Zita。 来，你看背后我们的屏幕上一直放的都是 Zita 各种甜蜜的照片啊。那你今天你老公有没有来现场？没有哎，没有来。那你要不要对他表白一下？对啊，虽然你们已经，我们隔空跟他喊喊话好不好？对啊，因为今天是情人节，是，你可以跟他说，老公，我的礼物呢？其实我情人节一直在等他给我表白耶，他可能太忙了，对，他可能太忘记了。
不会的，不会忘记的，一定回家就像求婚一样有一个惊喜等着你，你放心好了。如果没有怎么办？一定会伴随你的音乐的。他一直想对，如果没有怎么办？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先生在睡觉。哎，那有双用水粉霜。你情人节和林宥嘉一起站在舞台上，你觉得有什么比这个更惊喜吗？没有啊，所以我来了。所以你老公也就没办法打败今天的惊喜了。我看看今天晚上他会在家准备什么。优嘉应该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对于 Zeta 来说。对，今天能跟优嘉一起过情人节是非常开心，我也祝优嘉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不要太计较啊！如果没有礼物的话，没关系。哦，没关系，还好，礼物还好。三月还会有另外一个情人节，对。好。所以有些时候，其实爱情也是需要勇气的，在缘分面前也需要有裸的态度，那我们才不会和真爱擦肩而过，对不对？没错。嗯，谢谢 Zeta，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 Zeta， 恭喜你新婚，也祝福你爱情长长久久，甜甜蜜蜜。谢谢，恭喜，谢谢你 Zeta。你看。Zeta 刚刚讲到他相遇的故事啊，是在他先生的咖啡店里，也是因为听到了 Yoga 的音乐，一下子就心动了，在那样一种氛围中。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刚才那位要开餐厅的朋友，你放心吧，不要说是宥嘉的主题了，只要放宥嘉的音乐，生意一定会非常的火，非常的好。对，而且说不定还会，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伴，一定会找到更多的爱。对，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是。好，那在这儿也要问一问 Yoga， 刚刚呢说到了很多粉丝朋友。其实你都对他们很熟悉了，但是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故事，听完了刚才三位的故事，你现在感触怎么样？其实大家都很丰富的人生历练，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听他们分享。是，没错，我们能够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我们才能感受到原来在各行各业，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么多朋友在喜欢着宥嘉。那同时呢，这些朋友也都是如此有勇气有爱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人生。我们觉得这真的非常值得鼓励，鼓励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罗主义主张。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季老师，这位粉丝很特别，对吗？是吗？对，这位粉丝他其实我们今天会有四个主题嘛，最后一个主题其实就是裸表白。那经常我们以前看到都是对男生对女生的表白，那今天我们会有不一样，我们会有请到同样也是我们 Yoga 的粉丝，我们的柯柯来对大家裸表白，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进行表白的。有请柯柯，掌声欢迎柯柯。哇，柯柯也有好多粉丝，我看出来了，人气很高的粉丝。柯柯你好，认出我吗？你是？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知道啊，认出来了，柯柯对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的粉丝柯柯，我喜欢林宥嘉也有7-8年的时间了，哇，从初中就喜欢他，然后现在大三嘛，要考研了，也是。希望能听到宥嘉对我说考研。上次在雍和宫糖果，你就有对粉丝讲考研加油嘛，就很感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裸表白的经历。好的，我们来听听你的裸表白的故事。对，就是这个男生我也是在学校十佳歌手比赛的时候认识他的，他也唱了宥嘉的《浪费》这首歌，然后当时我就自己比较没有信心，不好意思对人家表白，后来就减肥嘛，变美，然后终于鼓起勇气跟他表白，结果他告诉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虽然有点可惜没有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林宥嘉认识这样一个男生，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很知足。对的，而且柯柯你减肥成功，现在变得这么的漂亮，你也收获了最好最美的自己，对吧，季老师？这就是一种收获。对，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啊，这也是人生的态度。但我看出柯柯真的很激动啊，很激动。对，宥嘉真的很激动。尤其是刚刚上来激动的时候，我还以为柯柯是来向 Yoga 表白的。对，我本来也这么觉得，而且听到那么多的一个粉丝的欢呼啊。是，那柯柯，今天是情人节啊，你分享了你裸表白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勇敢。我们觉得所有的女孩子其实都要这样，爱就要大胆的说出口，没有说一定要男生跟女生表白，我们女孩子喜欢也可以去表白，也可以去主动，对吗？而且要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好，这样生活才更加的美好，爱情也一定会随之而来的。对，因为我们相信啊，其实只要坚持，爱就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
那佑佳，你要不要鼓励一下柯柯？他刚才分享了他裸表白的故事，但是没有表白成功哦。你要鼓励一下他吗？我觉得那个男生会后悔的。说的太好了。下一个会更好。没错。那柯柯啊，今天你跟我们分享了裸表白的故事，不仅有佑佳亲自为你鼓励之外呢，我们还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们想鼓励一下你如此勇敢追寻爱，所以呢，我们给柯柯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上来好吗？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今天的发布会除了佑佳之外的另外一位主角，就是我们的全新双用水粉霜。那我们的双用水粉霜呢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和型号，那 Yoga 现在可不可以请你亲自为柯柯挑一款你觉得最适合它的颜色和型号好不好？哇，很羡慕啊，很大的一个福利哦。帮他挑一款吗？对，我们请佑佳来亲自为柯柯挑一款。季老师也可以给佑佳一点建议，来看看觉得哪一个好呢？觉得喜欢哪一款？觉得哪一个颜色适合柯柯？佑佳对我们双水粉霜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本来想要帮他挑一款很深色的，让他看起来好像运动的感觉，很运动的，但是觉得是歌迷，不要开他玩笑。而且柯柯是属于比较甜美系的女生，那就应该就是这一款了。哦，好，我们又刚挑选的非常非常适合它，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颜色。好，我们的佑佳亲自为你挑选出了我们的全新水粉霜之后呢，季老师，那可不可以请你亲自在我们的舞台上为柯柯打造一款情人节的妆容，可以吗？好，那当然我很季老师了。没有，我是见花献佛而已，我非常非常愿意哦，因为也是希望这个全新的双用水粉霜带给大家一个裸的态度，让大家勇敢的追寻爱，使用爱。哇，太好了，柯柯，你今天真的好幸运哦！季老师家的粉丝真的超幸运啊！季老师很少会出手的，不轻易出手化妆。好，那我们请柯柯入座。好棒啊！来看看季老师今天亲自在舞台上给柯柯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妆容，小心。这个是。哎呦，佑佳好贴心哦。那我们柯柯呢，柯柯长得比较的甜美，对不对？然后用一个正好甜甜美美的情人节的妆容。季老师是不是我们先用半张脸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效果。到哦，其实全新的双用水粉霜的话，它非常非常的轻薄，因为它蕴含了80%的高营养水，所以会非常非常的轻薄，非常的贴合。这也是这款产品目前全新上市以后极大的一个突破。我们会看到它非常非常的薄，同时非常的一个隐形。那首先呢，我们如果在平时使用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简单的一个工具，用刷子整个均匀快速的一个涂抹。好，然后呢，用上我手中的搭配的非常好用的、非常方便易用的斜形海绵。哦，它其实也是完全全新升级的。如果是我们以前的中粉的话，然后你还记得它以前是什么？是偏粉色的一个颜色哦。那黑色的部分呢，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看到它使用的一个用量，更加的裸薄裸透一些。好，我们来看使用过一边以后的一个肌肤的一个质感。哇，这边明显这个哦，好很多哎。佑佳，你觉得怎么样？佑佳，是不是？对，感觉很粉嫩哦。对啊，这边好粉嫩，而且很自然，对不对？柯柯，你用上是不是会觉得我们这款水粉霜水水的，很润的感觉？对，在涂抹的时候，因为我今天用的也是这款产品，所以在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脸上是水水的，拍在脸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水润。的双用水粉霜对于大家来说，我相信其实在座有很多的一些美妆的博主、美妆达人老师，那大家其实是非常的具有专业性。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非常简单的一个易用，我完全可以用手指、用工具、用海绵都可以打造一个非常自然的，哪怕你是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女孩子，你都可以通过全新的双用水粉霜打造一个非常自然、通透以及非常持久的一个底妆效果。
我们双用水粉霜就是除了可以擦脸以外，可以擦身体，对不对？因为我刚看，我觉得哇，情人节如果另外一半帮对方化妆，好，其实蛮浪漫的。对呀。所以我可以推荐给刚刚那个 Zita， 你可以跟你先生可以用这个互相擦身体哦，反正是夫妻嘛。而且这个又是可以用脸又跟身体的，又给鸡汤的老公开始出难题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这个部分上呢，我们只需要稍稍的加一点点的一些色彩，就会让你整个的妆容呢变得更加的一个精致和完美。因为对女孩子来说，完美的底妆其实是最为重要的。是季老师解答了我们好多女孩子爱化妆的女孩子的一些题目。恭喜你在今天就要告别单身了。等一下你走出这个门口就有人和告白吗？对啊，可是你第一天认识他而已，记得互相擦脸就好，身体先不要。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其实以前的粉底最怕就是互相擦脸，因为会蹭到男生的脸上。但是如果现在用了全新的双人水粉霜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是防水防汗的一款粉底，它甚至可以进入水下去游泳的。所以在情人节，你再也不用担心非常亲密紧密的一个互动，都可以保持你的妆容完整，同时呢，也可以让你不会担心就碰到你心爱的人的脸上。太棒了，这个真的非常的实用，季老师提醒的太好了。的确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这种尴尬的问题。哎呦，现在我们看到可可已经涂好粉底之后，整个皮肤的质感好好，而且还特别的自然，再加上一点粉粉的唇彩啊，整个甜蜜的妆容就出现了。好，来季老师，来我们再聊一下，季老师您最后给我们的可可这个妆容。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刚刚一直提到，对于女孩子来说底妆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其实瑶瑶本身的肌肤状态还是比较好，但大家如果有留心看到前面半边脸的效果的话，明显使用完以后肌肤会更加的一个什么，就像八个广告词一样，还记得吗？季老师又来考我们了，是吗？没关系，就是非常非常的清透，非常的自然，非常的亮白，大家记住就好了。这也是完美的诠释了 Make Up Forever 全新上市双用水粉霜的一个概念。是的，非常非常轻薄，同时会具有遮瑕效果，同时也是非常持久的。那也希望这个完美的底妆可以带给我们 YouGa 的粉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情。对，科科，来，我们自己要不要照一照镜子，来感觉一下如何？哇，科科说，哇，不愧是禁欲系男歌手选的色号。谢谢。那你现在看自己这么漂亮，有什么话要向拒绝你的那个男生说呢？那肯定就是他的遗憾了，拒绝林宥嘉的粉。很好。好，大家都非常的有信心，特别的好。那我们就科科一起到舞台中间来合张影吧，好不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哦！你不选我是你的损失。是的，季老师亲自给你打造的妆容 ，Yoga 亲自给你挑选的粉底液，我们也请摄影师一起来，我们大家和科科一起来合个影。对。现在真的是水润至薄，云亮持久。是的，我们的情人节的妆容特别的甜蜜，特别的美好。那我们也再次用掌声请出刚才的几位粉丝代表一起来到舞台上，有请。福利有很多还没送完，那接下来就是福利放送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邀请 Make Up Forever 中国区的品牌总经理 Mindy 以及中国区的市场总监 Luisa， 包括和我们的Yoga 一起为我们的粉丝颁发我们的礼品。是的，我们台上四位我们的粉丝代表也是我们的新罗主义代表，有请三位一起为台上的四位漂亮的女孩送上情人节的礼物。好，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彩妆师的一个挚爱，包括都是一些半亮的一些法宝都会。哇，季老师这么大一盒啊，满满的重重的一盒礼物，里面都有什么啊？我们都大气吧。其实我告诉你盒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一定会有全新的双用水粉霜。没错，那我们请各位上前一步，好不好？上前一步，我们合影，合影留念。上前一步。好，大家拿着你们手中的情人节礼物，和 Yoga 一起面对镜头，留下一个情人节最美最浪漫的纪念合影。
好，谢谢，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几位粉丝代表。是，再次谢谢，也谢谢冰冰，谢谢 Lisa， 谢谢，谢谢两位，请两位入座。好。好，我们的粉丝代表，谢谢，应该是每一年都继续追他，对对对，还有很多的祝福送给 Yoga。好，还要留在我们的舞台上，对吧，建老师？对，我有该还要留步。其实惊喜是送不完了，除了我们现场的粉丝的礼物之外，因为今天我们整场都会在我们的天猫和我们的美拍进行直播，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抽取在两个平台各抽取五名的我们的幸运的一些观众，也是互动最多的观众，我们会得到我们送出的一个礼物。好的，那我们不能忘了直播屏幕前的观众，我们有十位幸运的观众，来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手机，请 Yoga 亲自为我们抽取。是，一共会有十位我们的幸运者。好，十位幸运观众，好，已经抽取出来了。是，我就宣布美拍的美拍陈宇落叶1938，还有 Rio。在现场不在，好像在哎，就是那位是吗？正在挥手的，可能是他朋友。是，然后 Rio XY， 还有佑林雨佳。哇哦，这玉子的粉丝应该是我的玉子 CYUI， 小是名字小春 MIC。 好，恭喜这五位来自美拍的我们的直播的观众，还有五位天猫的朋友。天猫的朋友是丁呀呀，叫 H I A N H I A H I A， 是不是呀呀？星梦 Bright B， 他是星梦 Bright B R I G H T， 兔爷 Vicky V I C K Y Vicky， 然后熊猫芒果。很明显是一个乱取的一个昵称，然后还有莎莎237。好，那也恭喜我们来自天猫的我们五位的这些新观众。是的，大家的名字都特别的有个性。好，那我们这十位朋友恭喜你们了。是，我们稍后呢也会有工作人员通过私信的方式联系你们，把我们的情人节的礼物送给你们。是。好，那其实我们今天 Make Up Forever 全新的双人水粉霜的发布会其实即将到一段落咯。是的，那也希望我们这样一种新罗主义的态度能始终伴随我们所有的粉丝，所有的朋友们去发现最美好的自己，大家都能够去勇敢追梦，勇敢追爱，勇敢追寻属于你们自己的人生。是，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粉丝以及我们的品牌代表上台和我们 Yoga 最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这个时候应该上自拍杆，自拍神器在哪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自拍神器。我们可能需要。是按键，好。我们应该转个身，可以把大家都放在镜头里。我们请 Yoga 拿着手机。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后面的朋友可以站起来，我们大家都能进镜头，好吗？来，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一二三。再一张，一二三，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好了，这本没得拍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后面朋友可以再站起来一下，我们的粉丝朋友都往中间来一点。情人节快乐！我们都在镜头下留下自己的笑脸，留下情人节的合影。再一张，够了。耶！太不情。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他照顾到了每一个角度不同的观众朋友。是，再次感谢我们的 Yoga 带来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罗主义的一个发布，再次感谢你，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新罗主义代言人林宥嘉，谢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Yoga 也支持 Make Up Forever。 谢谢歌迷。好，那再次感谢我们各位的莅临，我们这次的活动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我们待会儿呢优佳会留在舞台上接受群访，我们也再次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粉丝朋友和媒体朋友们，谢谢大家，情人节快乐，再见。再次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再见，谢谢，谢谢大家。哎，这个你去哪里去了？哎呀，东西太多了，不能了。
谢陈吗？那个OK，锁链。各位，雷军老师，包米。在哪待着呢？没看到。就是前面。啊。啊。太难看了。交给工作人员，对，你一会儿帮我交给他们就行，不能让你收了，来先帮我拿不跑，拿不了，拿不了了，一会儿你随便拎给这个，好，对，我这有限的，尽量往中间靠，这块放哪一边，我靠，你不开了，开着，这俩都我不挡你啊，我就全包了，你出来我看，你也不开了，这个帮我收一下啊！但我觉得你应该让徐伟给你让个位置。来来来来来，你要让徐伟。啊，来。你帮我问。我为什么？我要专心什么？你帮我问啊。那徐伟，你来这儿，我到这个地方给他拍照。好。收收啊，收收。好，收收是吧？你把黄安那个给我吧，他那个麦比较小，这个比较小，拿到三个还比较，我知道。先问，是啥？哎，产品的我真的是不太会。你要先问产品。交给石灿。奶奶看着好好看，招牌。问他有没有给女孩子就是擦过，泡过汤。OK 了，我们。哦，好，他马上下来。好。因为他照顾歌迷，跟歌迷拍一个合照，马上就过来。辛苦大家啊！辛苦辛苦啊！我们有，我们有侧拍的摄影师、视频、摄影师、摄影师上都有。啊，包括包，对。啊，好拿吗？好拿，好拿。方便，哎，方便，哎。不了了呀！来一个，来一个，这难得出来一回，我操，多少年出来了？来来来一个！真的，我的那难度很大呀，我这。来一个，要不这边？要这？谁啊？我露出来也行。真的，这我这手不够大呀。要不然一会儿我你的给他。这个还能举起来？举不了了，这扎没举起来呢。这都快都卖烤串了，都。我也不要漏。好。待会儿他来，直接塞到
公安厅一共跑了两头，初九就回来了。你这么累，你这么累，我感觉。还在聊天吗？别，没什么话。小白，散场别走，留下来。还有，走一点。是你话题杀死我。还有你说话之前，我那黄瓜，黄瓜牙收几年收尾？你这么说你的话其实没事了。只要拿收音的，好的好，可以可以，那您拿我的，我来帮你拿，我来帮你拿。对，他主要拿收音的，然后那个不要对，不要拿太响，谢谢谢谢。不要挡脸，哎，对，来多一点。哎，小心，小心小心。对，你的右脚跨过那个线啊，好，这样吧。放放放，对。我们要你啊。这边可能不要这样拍好吗？不好意思。来前面蹲下。哇，那个是可以夹在那个床布旁边的那种。夹在谁的身体上？好了，前面还有。喂，正好挡我。对，这边不要拍哦。前面蹲下好吗？这边挡歪。前面那女孩蹲下好，挡歪了，不好意思。我。来，就是蹲下可以吗？好。蹲下。好 ，OK， 下 OK 哈。你就是那个女孩。好，好，梁子霞好像觉得男生一般对彩妆好像都不是很了解，那你这次有做这个代言，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功课？就是擦，就是试用，试用。然后，可是因为 Make Up Forever 的团队他们本来就一直是很专业，所以其实已经对这个产品已经很算是熟悉了。嗯，所以你生活中是会化妆出门的男生？我说，对啊，像今天这样子，就是有，对啊，没有了，好，我今天这样是素颜，我平时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再怎么化妆的色号啊之类步骤的，会懂吗？都已经很了解了。你说彩妆的步骤，彩妆的步骤，平时其实是看化妆是工作，所以当然是看久了，也是会懂一些吧。
所以自己平时出门还是会捯饬一下，就是收拾一下的是吗？还是会其实会比较随意。我平时是一个很裸的很裸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所以就是这样子。那又在有给女生化过妆吗？给女生化过妆，有帮女生给女生化过妆吗？印象中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有会想说帮 Kiki 化一下妆吗？用这个新产品？我觉得可以他帮我化啦。对啊，因为我觉得被化妆的人好像比较舒服，因为不用动嘛，坐在那里这样子。就比如说互相涂身体这种的。这个是刚才那个歌迷，她回去会跟她老公即将会互相涂身体，但我没有说我会啊，她会。今天是节日嘛，比较特别的日子，就是今天情人节。对啊，安排了工作会不会担心另一半就会就你太忙啊不用陪她？平时应该是不会吧，因为大家都很成熟啊，而且因为这样子 ，Make Up Forever 送给我很多产品。回去我就可以用来涂身体，那除了涂我自己的，那除了这些伴手礼，还会准备一些别的小惊喜吗？来补过一下情人节。还有什么伴？还要除了这样的，还要补小小什么伴手礼、小惊喜，或者给？因为来北京，不然回去带几罐酸奶好了。对啊。嗯，那你觉得自己生活中平时是一个浪漫的人？平时啊，平时我对我的工作是比较。我的工作是对工作方面比较浪漫，因为很多会有一些想法什么，但是生活上是比较迟钝一点。所以就是跟另一半，就是生活中是必须比较会制造浪漫的那个人。应该说他是比较会规划生活步调的人。对啊，但是生活是需要规划的啦，真的。女孩在情人节化什么妆会比较引起你的注意？女孩子化怎样的妆会比较引起我的注意吗？对。如果你看起来就很与众不同的话，我觉得就会很像裸妆嘛。我们现在主要是裸嘛，所以如果你没有眉毛的话，我可能就很注意你。对啊，裸一点，轻薄的不错。或者是如果你觉得很有特色，把自己用的满脸都很油的话，我觉得那也会很引起注意。反正就是特别就好了。但如果你用 Make Up Forever， 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脸油光了，对，因为质感太好了。对。如果推荐给女生选三个美妆品，你会推荐她们用什么？就是只要是清淡的妆，推荐给她们用三样东西来打造出来。用三样东西打造出来。只可以用三样。粉底液吗？粉底液，刚好实际老师有用到腮红嘛，还有口红，粉底液、腮红、口红，为什么是这三样？我刚看季老师的，他只拿这三样。请问一下，刚刚说生活需要规划，那这个婚礼的话，你们什么时候规划一下呀？希望今年可以啦，希望今年可以，因为可是婚礼很多步骤嘛，那现在所以会比较害羞。偏向哪个季节？哪个季节办这个事？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应该不会想要在冬天或夏天吧？太热了又太冷了，所以就春天或秋天。但是可以吗？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春天或秋天的时候完成。有商量过，可是因为有很多的细节，所以规划中。那是不是也是主要他来规划？有计划，但今年应该是没办法，因为至少要十个月嘛才生得出来，所以就算是马上也过了，也要明年了。你感觉妖家好像结婚之后就是恋爱就好像变化很大，就是感觉很爱讲笑话，你觉得这个是结婚之后的变化？没有，其实一直我都是蛮幽默的，然后人也非常的好，但是我就是比较低调这样子。大家现在都管你叫段子手，你就是那些叫你段子手，你知道段子手是什么意思吧？应该，我知大家知道。对啊，平时的那些笑话，就比如说便秘啊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哪想到的这些点？我就是都是别人讲给我听的，对啊。那优家看电影的时候有遇到过不文明的行为吗？最近这个话题挺
这是最近新的一个话题吗？但我最近很久没有看电影了，所以很想回去看个电影。那你要是看电影的时候看了前后排，有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你觉得会影响你的观影体验呀？回答完吧。你说如果他做什么行为会？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前后排如果做什么行为会让你觉得会影响到你的观影体验？如果前面那个女生一直在补妆的话，我就问她说：“你是用 Make Up Forever 吗？”如果是的话，就让她继续；不是的话，就那个制止她。好，谢谢，辛苦了，谢谢。帮我们拍一下麦克，这些都是谁的？这个我拿走。辛苦了啊！情人节快乐！谢谢。别晚了，我操！你要坐地？哎，那个啊，谢谢。那我都。